退也良粗，当愿众生正无上法究竟清净。暑气消退了，天气稍微凉爽一点，虽然佛陀居住的这个地方热带，没有四季，但是虽是热带人，每一年也有最热的这个星期，也有最凉爽的一个星期。比较凉爽大概也有21-22度，炎热的时候可以到差不多有30-45度的样子。引发的大愿，当愿众生正无上法究竟清凉，这个清凉得到永远不会消失，究竟清凉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，华严经上教我们的，华严可以说是全是智慧，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自性里头本来去做的，不是从外来的，所以它是平等的，一切众生通通都有，只是你现在迷失了，你现在是无端生起妄想分别之处，所以不能证得，把一真法界扭曲了，变成六道三途，在这个里头受罪。那么这些理事境界要清楚，要明白无上法是究竟的佛果，不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了。十法界里面的佛不能称无上啊，只能称为正等正觉，不能称无上。脱离十法界，回归到自性，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那是无上法，那是究竟清凉。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心里就能得清凉自在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要知道人生是很短暂，数十年寒暑正弹指结果，我们跟人相处，跟这个社会相处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？想开一点，不要那么认真嘛，不要那么计较，自找苦吃啊！一弹指就过去了。所以聪明人，我们要争取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永恒真常，这是叫真正聪明，真正觉悟啊！这个地方我们是过客，像在经过客人一样，在住旅馆呢，好坏不必计较的，明天就走路了嘛。不能把它当作家了，家在西方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才是老家了，这个地方是家了，暂时住住了，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那个人家对我好很好，对我不好一样好，就没事了吧？你这个心地很清凉，很自在，日子就过得很快乐，一点烦恼都没有啊，欢欢喜喜，这个是正确的。心得清凉，如果稍稍有分别执着，你心地就不清净了。清净心住清凉地，清凉地在哪里啊？哪个地方都清凉，问题只要你清净心现前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清凉。清净心不能现前，到极乐世界也没有极乐，这是经论里说的太多了。境随心转啊，佛没有教别的，就是教我们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恢复性德，你明心见性，性德是最完美的，是清凉自在的，所以从清净心生出来的智慧，真是智慧。清凉大师在此地用比喻说，清凉池流出香美的水，什么意思呢？从你清净心流出来清净真实的智慧，
所以诸位总要记住，这是我常常在讲习当中勉励同学，学佛一定要把大纲领抓到。我修什么？我修觉不迷，正不邪，净不染。这一部《华严经》从头到尾，你们想一想，字字句句没有离开这个原则，都是叫我们修觉真经。觉心里面没有分别执着妄想，正知正见里头也没有分别执着妄想，清净心里亦复如是，这样你就得自在了。尽极乐国中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永离热闹。这是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了，但受诸乐，只有乐，没有苦。极乐世界连苦的名词都听不到，哪里会有真的苦呢？为什么没有？苦乐是果报啊。烦恼习气一切不善的心行是因的，极乐世界没有人有恶念，没有人造恶业，所以那个世界所有一切苦报你都看不到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，所以永离热闹。底下给我们解释清凉，清净凉爽，正与热闹相反，这是极乐世界天人他们所受的，永远是清净凉爽，非常适合人们的生活环境，最美好的生活环境，修学的环境。在经典里面，我们看到释迦如来的教诲，那个世界不在我们地球上，是另外一个星球，确确实实有这种地方。我们读《华严经》，华藏世界品、世界成就品，这两品经文是佛教的太空物理学，跟我们讲宇宙啊，宇宙的缘起、宇宙的活动、宇宙的状况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讲得很清楚啊，知道。许许多多星球上都有高等生物，有比我们人更聪明的，连玉界天都比我们聪明，我们都比不上他，何况所说的高等，高等是阿罗汉以上，最高的是佛菩萨，这些人也都是修成的。经上说得很好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在高等里面，佛是到巅峰的。释迦佛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众生本来是佛。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？迷失了自信。华严经上透的信息说得好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证得了。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，放下分别你就证了菩萨，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。那我们今天这三样都没放下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非常严重啊，这放下就是啊，这三样放不下，你就是六道凡夫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所以佛教导我们修行，修行是修正行为，起心动念是心的行为，言语是口的行为，造作是身的行为，行为再多不出身口意这三大类，错误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。修行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，修行的标准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清净心，就是我们这本书里头经题后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，这是修行的标准。如何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自己的清净心？清净就没有染污，热闹是染污啊，
自私自利是染，名闻利养是染，五欲六尘是染，贪嗔痴慢是染，这个东西统统放下，你清净心先行。热闹生热闹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热闹。平等心，菩萨所证得的，比清净心高一层了。菩萨所证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佛所证得的，这是我们的自信，这是真正的心得。回归心得，这就圆满了，这真修行。修行不在乎啊，你念多少经，念多少声佛号，每天磕多少大头，不在乎这些，那些是形式。真正重要的，清净平等觉，真修行。我们的心一年比一年清净，一年比一年平等，这个重要啊。大智度论22句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，曰：人大热闷，得入清凉之中，冷然清了，无复热闹。这是从比喻上说，一个人遇到炎热，像夏天温度太高了，40多度以上，人受不了啊，能有个清凉池，到池子里面去泡泡，这就很舒服了，能够解除热闹。佛用这个做比喻，清凉池呢，与涅槃也。涅槃就好比是清凉池啊。今往生之人，若于彼土大清凉池中，故借心得清凉。用这个比喻，极乐世界的人心清净，人心平等，人心觉而不能。所以热闹的现象在极乐世界完全没有，人要是往生极乐世界，就好比入清凉池。大树流金丝火光，毫无暖气到心中，有他痴的日轮舞，莫关心无苦，其胸